在研发实验室的时候，你不会先让他们？会研发的时候就是经常会让他们，就是机密的时候。其实也不是机密啊，你不是成品，你不是成品，就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跟大家分享。对啊，就是因为我们人不适应的时候，所以我们就不能真的不给我承认。很凉，人家就是觉得。像我们现在研发的一些，有啊。
啊什么东西啊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所以我当时读到最后一点我才上学，就是本身对对睡眠然后就是一种很舍不得，很舍不得跟这世界说完的一个坏习惯，就是把地方很累很累很累，然后对眼睛都发闭起来，然后才累。Thank you.
要做出来，本来他们也要订的，就根本就订不来，就换一妈妈说跟他小小的回来就取消，所以我也是回到家那天早上啊，君姐你不出去玩啊，我担心那我就再陪你，就那天就回去跟妈妈吃饭，然后我就煮了好喝的鸡汤啊什么的给他吃，就他竟然送我礼物，是我妈精心准备，他送我礼物，很冰贵的。傻眼，我想说你为什么要送我礼物？今天什么日子吗？然后我妈就很可爱，而且我还没哭，她就先哭了。她就说没有啊，你是我的宝贝女儿，我真的很喜欢，想要送你，可是没有一定要什么礼物。我妈就很可爱。那我就问她为什么要送，她就说她就觉得她现在享受的一切啊，都是因为我的关系，然后每次都是我送他们礼物。是我疼他们，他就希望说他也可以疼，让我感觉到什么是被妈妈疼。所以今天我听见我爸说到了妈死的那天，哈哈哈哈，我妈变得笑，哈哈。没有洗澡。